可能你说玩玩女的都不娶人家，我天！哎呀妈，我这也没好哪去啊！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那么有些人娶完了也不能我玩儿。盘点男人婚后的生活写照。糟糕，是心动的感觉。几个意思啊？老公，去帮我洗下衣服。我现在正在忙自己洗。你到底洗不洗？我不洗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你可以不洗。我喜欢洗衣服，我现在就去洗，现在就去洗。哎，你今天去医院，医生咋说的呀？医生说我肝不太好。那把酒戒了吧，啊？那不让喝酒，那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啊？那不是为了你身体好吗？那行行，戒戒戒。听话。那还说啥了？还说我肺不太好。那就把烟戒了吧。那不让喝酒还不让抽烟，那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？那不是对你身体好吗？啊，哎，行行，戒戒戒。行，那还说啥了？还说我肾不太好，不建议同房。哪个医生说的？不能信他了啊，咱可不能听他了。不许更靠你，还好哎，你咋来了？你怎么不回家呀？男人立下的誓言，不戒烟绝对不回家。What？ 不戒烟吗？我看他妈是戒我吧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，不是罪。走吗？你能不能不要回家？你走了我会难过的。那你能不能？你把我命根放下来，咱家。冲动是魔鬼，我们都冷静冷静，好吗？婚前，宝宝睡觉了，你先去睡吧，我还不困，我再坐会儿。那时候的他很紧张。老公带你去睡觉。哎呦，我不困，还早。老公哄你睡觉。我不去，乖。结婚后，老公早了，媳妇儿。谁心疼啊？叫你干嘛？心里没点数吗？这是要干什么？那个媳妇儿，我这今天有点累，要不然明天给你买个包吧，行不行？我不要包，走。哎，不媳妇儿，你这么的，明天买俩，媳妇儿。我不要包，走，回屋。哎，媳妇儿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
爱的，今晚咱早点睡呗。你先睡吧，我登录一下，接收一个文件就睡了啊。那我等你。很久以前申请的吧？是不是忘了密码了？不是。那你是刚申请的？没有，我自己想的。嗯。行，那我自己睡了。耍老娘是吧？假如我快要死了，只有你吃屎能救我，你吃吗？那这样吧，你吃一口屎，我给你100块钱，怎么样？这头了，老公，哎哎哎！一米零乘三二等于3200。有人。你好，大哥。能采访您一下吗？请问您愿意和谁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？A. 您的老婆。这都几点了，还不起床？我还想再睡一回吗？我给你两个选择：一，你现在给我起床；二。哎哎。我先起，起床，起床！哎呀，老公，你快过来，老公。咋的了，媳妇儿啊？我呼吸困难。老公，带你上医院，快！我现在需要人工呼吸。啊！小样儿。说，是不想吸我阳气？我操！我在拔刀！我操！我在战。睡觉吧啊，快睡觉吧。嗯。喂。喂着。烦着呢。烦，倒是狗引我收呢啊！当初你狗引我收呢，你烦，有么好烦呀啊？我给你皮么烦？烦，还不给我请，他不给我请了，合法的，合法的，是不是的？不给你请啊，不给你请啊，是不是的？过来，说着我俩多好啊啊！非要天天给我请着来，对你有没好处啊？对你有没好处啊？一首歌说着的，听着没有？老公，你这一发嗲我冷，浑身起鸡皮疙瘩，可冷了。你都多长时间没碰我了？那么跟我亲热了？你上完医院都几个月了，你都就知道补补补补这补那儿的，你也不让我查一查你到底补成什么样了？又得当老师，这边还当着副总编，分身无数，疲劳过度啊！你就多理解理解，忍一忍，忍耐啊！什么？我忍不了！你看你都穿成这样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。我们的家法里头必须加一条，不管你在外头多忙多累，你回到家该交的公粮必须交了，否则我就认为你在外头支援第三世界。地主家也没，一天就知道吃吃吃，今晚上活都不干，咋想的？啊，我这信号不好啊，那我在这家困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上哪？好吃吗？还行，你要吗？你能舔我的脚脚吗？啊，当然不行了。那为什么你能舔猪的脚脚？是不是你不爱我了？我连猪都不如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大家。哎呀，我换衣服呢，你进来咋不敲门？你装去。行行行，你为什么不锁门呢？这我车你车，行，我换好了，你转过来吧。姐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有点唐突了。没事儿，被弟弟看到也不吃亏啊。行。你干在家几年了？我今年刚开始的呢，没多久。现在在家质量都这么高吗？哎，还行吧，还行。姐，你现在离冬天有段距离的呀，你怎么穿这么厚啊？我这不是年纪大怕冷吗？哪像你们小年轻呀，穿那么少。你看你那衣服破了，腹肌都露出来。
哪有附近？这不在这儿吗？姐，别动，姐，别动。我正好缺个私人司机，要不然你当我的司机啊，只为我一个人开车。不行，姐，这是我不能干。你不用现在回答我，我给你时间考虑一下。你给我时间考虑，我也不能干这事啊，姐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别走呀。我没睡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的自尊心呀，心疼的小不点。老公，干什么？没，没事儿。干啥？我在看电视呢。不是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老婆，你等一下，你看，你看这边，看什么？你看这谁呀、啊？等一下。这两天方便不？方便啊。我想要。来吧。我想要200块钱。要什么钱？要钱。老公别玩了，我们睡觉吧，把这个喝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背着钢琴说话？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BC。 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老公啊，老公咋的了？咋的了？